选新北市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，为了要替选情加温，他在昨天晚上也再度到台北和台北县的立委来参叙，大家集思广益也要替他拉抬新北市的气势。就有人建议说，要组小英之友会深入基层，让蔡英文听了很开心。而且在席间呢，有支持者也喊动算，让蔡英文觉得很感动。就是看到这么多人帮忙啊，你有什么样感想？我是觉得很高兴了哈，就是说我们这几次来拜会我们的现任立委或现任立委哈，我的感觉是大家的士气都很旺盛哈。那对于新北市的这一局，大家期待也都很高。听到说要组小英之友会啊？对啊，那不是很高兴？吓了一跳，因为我以前都是听到别人组那个自由会，第一次听到小英自由会。第一次听到要组小英之会，这个蔡英文是显得有些惊讶，但是满脸的笑容看来还是蛮高兴的。毕竟选举在即，要顾及党务，动员基层的力量是很不错的点子。但是对于党的竞选补助经费，仅仅是国民党的十分之一。蔡英文也希望支持民进党的民众能够维持固有的捐款，让他们有本钱可以打选战。